说你真是，你抓嫌犯在忙，也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呀！啊，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。林香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好久不见，秦明月。好久不见啊，我都不敢认了。走吧。麻烦你了，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。啊，不麻烦，我刚出差2天，回来请了2天假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刚提了新车，手痒的很，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。买车了，恭喜你。上车吧。哎，小哥，你干嘛呢？林霄，这是我车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 车不错。谢谢。你手机一直在震动，不用接吗？骚扰电话。这些年变化很大。是啊，到处修桥修路、盖房子。 城市边缘扩张，你走了这么多年，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。啊，不过没关系的，你回来有的是时间休息。等周末了，好好带你逛逛。那倒不用了，你能帮我租到房子，就是帮上最大的忙了。真的很谢谢你。等我搬好家请你吃饭。哎，都老朋友了，你不用这么客气的。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。好，地方你定。 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，他要去看展，我给你留了一张票，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。不如我们……不用了，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，你直接送回家吧。哦，好。嗯，林霄，你不介意睡会儿吧？啊？我有点困。哦，好。 Thank you.